春节要哈哈哈，快乐哈到家。春节要哈什么？今天要哈危险情人。感觉上有点像是电影的名称。对，但是其实会发生在你我周遭。哎呀，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所有的妇女朋友要小心，有些人是披着羊皮的狼。他怎么，他今天比我们还害啊？他怎么能够模仿我的声音呢？哎，对，真的，我内心底就是一颗向往自由的狼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这好危险啊！是吗？有些人是这样，哎，当然不是只有男生了，有些危险情人真的碰不得。真的，这是怎么样能够理智啊，来去处理你们之间情感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要学习的课题。这学校也接不到，对不对？没错，只有我们这边看得到，是一定要看，一定要看。我们请到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现场，来，第一位狄志伟先生，欢迎志伟。来，第二位廖慧英老师，欢迎廖慧英老师。第三位朱慧英小姐，欢迎。哇，永远的女王的吧？请坐，谢谢谢谢。哇，欢迎三位啦，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次我们要谈的是危险情人，真的是、我们很担心啊，我们的孩子啊。会碰到类似这样的危险情人的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啊。所以我跟你讲，不是我们担心而已，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每一个人啊，真的人人自危啊。讲到危险情人啊，也要先来跟我们的志伟。是的，我不是那一位志伟，我不是危险情人。你不是危险情人，我很安全。对啊，你们也看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很奇怪的一些案例啊，就尤其在我们这种演艺圈当中哦。常常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哇，外表看似那个令人称羡的银色夫妻，有没有？那关系，情侣关系也好，或是银色夫妻也好，就是他们外表上都很和啊，但实际上私底下其实貌合神离。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我相信这个可能只是我们有很多我们没看到而已。因为毕竟说演艺人员他必须要维持一个形象，是，所以他即便真的有家暴的问题，他可能也不会直接提。那在演艺圈就有一个男演员，他现在当然又再婚了，他有再娶了一个大陆女星，这样。那这个男演员呢，他就是以他拍戏就是以动作派闻名就是说他拍戏的时候动作都很大的那一种。是的。那像他呢，就传出有暴力倾向，曾经跟他交往过的女朋友，包括他的前妻，都曾经是他拳打相向的对象。哇！那前妻就是因为受不了他的，比方说心情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会给你一拳啊，会揍你啊，甚至放话说你再这样子，我就把你杀死。这样，就这样子的言语暴力，这样子的肢体暴力，导致他的一些女朋友，还有这个他的前妻，到最后都受不了，受不了他。那当然就是说，你说在荧光幕前，他看起来就是风度翩翩，真的第一男主角耶。对，你知道我讲谁？好帅哦！是谁啊？我还没有、没有哎。这个观众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不是志伟。对对对，还好我没有去到。那你知道演艺圈也有一个，就是在民歌转到流行歌曲那一个阶段，他非常红的。那么他的经纪人呢，也是他的男朋友。后来因为他发现他的钱都是经纪人去私领，他的男友去私领，而且他另外又搞了一些就劈腿的事情，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要跟他分手。可是那个男的就撂话说，你敢离开我的话，我就让你怎样怎样。因为那个男的有点黑道的背景，所以后来那个女艺人怎么样，是消失，完全消失在美国十年之后才回来，最近有回，就前几年有回来，可是十年前正是他当红的时候，他牺牲了他的事业，牺牲了他的爱情，因为人家有劈腿，另外有另娶，他自己是落单就跑到美国去，过着一个隐姓埋名的日子，是，所以那个牺牲很大。但是我在想说，他其实离开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完全的断绝，可是用那么十年的人生来那个做代价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蛮大的，真的哎。可是讲到这里很没有安全感哎，朱姐怎么办？就是男生，真的有的男生或女生我们并不要一直讲你们，攻击你们男生也不对，就有些情人他外表看起来真的是很好，对不对？
那怎么突然间好一夕之间，当你感情跟他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哇，那个真面目整个都出来了，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危险情人的本身，我们说什么叫危险哦？其实危险就是他不是跟正常的人差不多，他可能他的 behavior， 他的一些想象，我觉得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他很喜欢用控制别人的方式。他会觉得他才有安全感，然后他会觉得他很霸道，是很多时候其实那些都是叫做危险情人。那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那个女生或是那个男生不在他的控制的范围，是，所以他会做出一些让对方，如果那个人可能那个手机不开了，或是人不见了，他完全就失控了。一个失控的人就叫做危险的人，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打人的，其实到那个语言暴力也好，或是这个身体的暴力也好，这些全部都是算的危险情人。我跟你讲是对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位某县的副县长的儿子，是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已经跟他分手了，所以他非常的抓狂，对，所以他在网络上泼说你每次养的时候就来让我怎样子，然后怎样子，就很多不堪入目的那个言辞，对不对？是，然后就是让人家的母亲上网去求他说，你也就到此为止，就饶了我女儿吧。这件事后来是因为长辈压力，很多舆论压力之后，他才把那个才停止。是，可是就表示为什么？我觉得危险情人的产生，那么魏英刚刚讲的不错。那么其实他们有三大特点。他们认为权力，我对你有权力，你跟我好，我对你有权力，权力，我有你的所有权，所以你所有一切我都要管，我拥有你。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控制欲，这三个其实是差不多是相关面的，但是这三个都是他们有的控制欲。每次你出去十分钟跟别人，哎，你现在到哪里了？怎么公车坐那么久啊？过五分钟要再，你们还没下车吗？你真的跟谁在一起？你跟他让他跟我讲话一下，什么东西？他不信任你，他要掌控你，他觉得就是说，他觉得没有。在他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下，他开始就抓狂了。是，对不起，我可以附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危险情人，他本身的社会我，还有他的工作我是很强的哦。他也许在工作的那个职场上面是非常棒的老板，或者是一个这个高级的主管，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端倪，他有任何的情况，或者说他会有任何蛛丝马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在那个爱情我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的弱，而且他会变成非常的 possessive， 非常的占有欲强，所以你不是要看他在工作时候的他，是要看他在爱情里面的他，这是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志伟，我觉得，志伟叫志伟，但手比那边的眼睛，两个志伟就一起讲话。是，因为我迫不及待要补充这一点，真的的确有一个社会案件就是这样，有一个医生哦，他是穿白袍的医生，然后呢，这个一样就是看起来就是道貌岸然、就是对，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君子的人。那他呢，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于他的这种爱情 EQ 非常的低。对，那因为他平常就是哎，这个医院都是我来掌控，我的掌控权很大，所有的护士都要听我的，对不对？他把工作我放在爱情我，没有错。那这个案子就是说，他曾经就是他觉得应该是女生来喜欢我的，没有我去追人家的。可是有一天啊，就是有一个病患去挂他的诊，他看到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漂亮，他就喜欢上她，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出是我要追你的那种态度，他就请他们的这个医院的护士去帮忙，对，帮忙撮合他。那这个女生她也觉得这个医生人长得又帅又是医生，对啊，你光有这些条件的话，你自己当然如果知道人家也喜欢你，就凑上去了嘛。那这个女生呢，她就在这个护士的介绍之下跟这个医生两个人就进而交往。可是她跟他交往之后，她才发现这个医生他原来有非常严重的占有欲跟暴力倾向，他不管去哪里都要跟他报告。对，还带暴力倾向。对，那后来为什么这个新闻会爆开？是因为这个医生他有一天，因为这个女的已经受不了他的这种我们刚刚讲的言语暴力、肢体暴力，他要跟他分手。但这个医生就觉得说，我的条件这么好，我又是医生，对啊，而且你要跟我分手的理由是因为我常常要管你去哪里，因为这个女生她已经受不了这个医生24小时要紧迫，因为医生都很忙，所以他想知道他在干嘛。对，而且他还帮他弄了一个手机给他，就是
每一个门号的手机就办给他，就绝对没有那种收不到讯号的，就对了。所以他已经把他掌控到这种地步。你看医生也可以很没安全感、哦。对，真的。后来这个女生要跟他分手，这个医生不愿意嘛，那他们就约好在一个地方谈分手。那他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人已经会打你了，居然单独去跟他赴约，他太危险了。对，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在当场就是拿刀子要追杀他嘛，他已经踢笑了，你知道吗？后来还好，就是被这个女生被杀了几刀之后，被路人救到了。你想想看，他明明就知道，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人已经有暴力倾向，他要约你谈分手，千万不要单刀。话是这样说，爱情是盲目的。当那个医生又是这么高的地位的时候，他会说：“对不起，宝贝，这是我的错，我愿意跟你好好谈一谈。我刚刚做的都是不对的，我愿意改过。”那你一定给他机会。他甚至还会讲说：“我会打你，是因为你惹我生气。”对，我要教好你。哎，我要教我是要跟你讲道理。我希望你不要再犯这个错。我是为你好。对啊，其实啊，像我们看电影呢，或者说我们自己在扮演那个角色，我说我在演的时候，那常常会去想说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偏差的行为。那后来我想要去做这个所谓的角色的一个去分析对，会发现好像有了某种的认知的偏差，就是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我这么爱你，怎么可以这样？但是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的时候，我不过问你在哪里，你让我知道就好了，为什么不行？这样就不行吗？我连这点要求都不可以吗？所以在这边就会发现，是不可以买起来的，我们不可以有买卖的，不是说你给我多少我都应该给你多少，是 not like that。 最主要是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相处的模式。没错，我们其实如果即使很要好的那个男女朋友或夫妻，你有六成的时间在一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你不要像连体婴儿绑在一起，是两个人相处的之间其实会那种相处的那种空间，其实会有一种很窒息的感觉。如果你都不让一个人稍微脱离一下的话，反而空间跟留白是对的。会不会有那种，对不对？会不会有那种危险情人呢的发生，或是变成呢，跟对方会有些关系？没有。会不会？不，我的意思说，假使、第一次有暴力的发生的时候，你竟然。在他那几句话以后，就让他，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治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以德报怨。他打你的时候，你不能他马上啊，对不起啊，宝贝，买个巧克力，甚至买个钻戒给你，你就有原谅他。很多人都错了，第一次你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能用这个态度对我。所以你一定马上就是我现在要，我最少到警察局去做一个备案。没错。啊、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就要做这么注意了，这其实不一定真的要惩罚他，而是叫跟你说我是不能随便这样对待的，这是很重要的，尊重是一个尊重。你没有给他一个遏制作用，他会继续不断啊，我打你我就道歉一下，最多买一个钻戒几万块我就 OK 了，那我就再打嘛。我的朋友的先生不能以德报怨，他大概是个200次这样做了。他做了各次各样是伤害我朋友的事情，真的、每一次之后他就买钻戒也好，买床也好，买什么都好，他是一个保险柜里面都摆满 everything。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打的那个结果就是但是又一个三星球。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认为他下次不会再做，你相不相信、那些加害人的本身他也认为那个危险情人、他认为他下次不会再做，但是其实他们应该去看医生。没有，受害者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会跟你讲，他道歉以后甜言蜜语之后会跟你讲说，你只要不惹我，你乖乖听我的话，我就不会这样。都是你，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对，他就这样说，他会把罪过认为是你放到你身上，所以那个受害者就会觉得就会接受，其实是我不对了、所以他会继续忍耐，继续忍耐。我不要用言语是惹他，我去哪里我就跟他说算了， 就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对一件事情，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有些情人他确实是告诉你是真话。他也许讲的不是爱你，他是不是厉害你，但是你可以听他讲话。说到这边啊，其实我们好像假设这个危险情人都是男性，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危险情人有女性，有女性，我跟你讲，因为你跟我讲说，如果我不让你娶那个人进门的话，我没有要你离婚，只是做二房而已。可是他连这个都不愿意答应的话，那么他就要离婚了。所以他想，既然这样，我就让你。什么事都做不到，我就干脆把你斩草除根，对不对？对，真的。像志伟，像最近啊，不是最近几年有一些电影，像好比说举凡啊，致命的吸引力啊，或者是我的野蛮女友啊，通常啊，那个形容出来的女性哦、在爱情的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弱者，对，反而呢是那个掌控权，甚至于说还是加害者。有没有说啊，在这个圈子里面也好，或者你曾经过去有这样的案例哦、就说一女性啊，她在整个爱情的过程当中，她反而扮演的角色不是这么微弱的。有，这其实就像刚刚廖老师讲了，在大概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在高雄啊，就说有一天就是说
晚上的时候119接到电话、yeah. 那报案的人是一个男的、mm-hmm. 那他报案说赶快来救我，我要被我老婆杀死了这样、mm-hmm. 哦、那这个警方呢就赶快赶过去、哦、那就的确看到这个打电话的这个男生已经遍体鳞伤，他是一个老农民啊，已经六七十岁、哦、那他娶了一个大陆新娘，没错，那你知道大陆新娘有些那种大陆姑娘是很漂亮的，强壮啊，很漂亮，她又是东北过来的那种，是，对，那他平常呢，平常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地位就是女尊男卑，颠倒过来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危险情况它绝对不会只限在男生，性别不一样。对，因为呢，这个农民呢、啊，这个老农民他就讲说，当时他娶了这个大陆新娘，也当然是透过那种婚友社介绍嘛，学着、这个。哇，那时候来的时候，这个楚楚可怜啊，温柔贤淑的。对，他还问他说：“你东北来的会不会？听说东北来的姑娘都很凶啊。”哎呀，我不会啊，我非常温柔。我是那个当中的那个唯一不会的。没错，所以这个农民呢，他就觉得说：“嗯，看他年轻。”貌美，而且觉得说他都讲说他很温柔娴熟了嘛、嗯，那就把他娶回家。没想到娶回家不到半年，那个真面目就露出来，哦哦就是家事都不做，就叫这个农民做。他如果不做呢，就因为这个农民个子很小、嗯，那那个北方姑娘又个头高头大嘛，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哈，有时候就是。男生可能就觉得说我的力气很大、嗯、反正你这是个小女生，你这个很弱弱，所以我骂你打你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掌控权嘛、嗯、所以这个大陆新娘一样的态度，她觉得这个老农民是可以让她欺负的、嗯嗯、那你不要因为觉得说我是男生我觉得这样很丢脸，她都不敢去讲你知道吗，是是到最后没办法再打电话报警、那真的不事情不能演变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哦。可是因为是男人是不敢讲、嗯、是啊，尤其是今天是还好没有发是酿成什么大错、哦、但是呢我们想如果说是这样可不可以有个方法，好比说呢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哎，我就来征信他一下，嗯，可是这个有点侵犯到个人的隐私的权利，而且要花不少钱哎、欸。对，那征信是。对啊，对，可是哎，保后面的平安就是了。有没有这样？其实某些方面我觉得婚前如果你对这个人不是太清楚的话，嗯，或者魏英刚刚有讲过说有些人是很多事情不让你知道的、嗯、你也很少到他家去的、嗯、他的家世背景什么你并不是很了解的，没错，我说征信一下是对的，以前不是有新闻说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交往他有家世、多少年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结婚的时候才发现，说要结婚来的原配来婚礼，不是婚礼，他那个男的筹备婚礼之后没有来，婚礼当天没有来才发现才曝光、那你怎么会这么离谱？那个女孩子当然特别离谱了。但我觉得说，如果你觉得对方不是怪怪的，哎，有我觉得这个钱是应该要花的。是，可是我们刚刚讲危险情人那个是查不出来的，征信用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是个性的那个潜，你没有碰到那个引诱的因子，一碰的话，你怎么知道他的个性会展现出来呢？是，所以我觉得什么东西可以查，譬如说比较具体的、比较有实证的东西，他有家产多少，有没有结婚，他有没有什么另外的一些女的什么交往，这个可以查得出来。但是个性的方面，这方面我觉得是的东西有人有，这个要靠关。有人说用一个方法啦、有人说用一个方法，我也不晓得正不正确、但是好像还蛮准的，就是惹恼他的。也不是不是，就是你要看看，比方说你今天交了一个男朋友，你要知道他脾气好不好，非常简单，你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打麻将啊、他如果会你就找几个朋友去跟他打牌，看牌品，看牌品、牌品差的不是，万一他一直赢呢，牌品就很好、这个、所以就多打几次，当然不是说要去赌博啦，而是有些人会讲说哎，来看看他的牌品，其实就知道了牌品，如果他牌品很差，比方说你别傻了打麻将的时候如果不打不大的时候他的牌品就出不来了、他一定要打得很大的时候，输赢一直看那个抽屉有多少结束了多少、然后才会拍啊，对啊，而且如果不会打牌的话，像我也不会打牌，怎么试？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用真心的方式，因为如果我要不是就爱他，要不是就不爱他，要不是就离开他，真的是，因为我觉得爱里面应该有信任，有 trust。那譬如说，我就常常觉得很多人就像那个女孩那么傻，她为什么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或哪一天固定的节日都不在，你都没有感觉怎样？然后你从来没有去看她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干什么，你们就要结婚了，这才奇怪嘛，对不对？那个手机常常突然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不开机，就不在服务范围之内。哎，或者是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就我跟你交往其实很久，可是我从来没看过你的朋友。对，这样不行，这样也很奇怪。有这样的人啊，从来没去过你家，也没有看过你的父母，也没看过你的朋友，什么都不知道。艺人之间就是那个六月跟霍正奇就是这样。对，就六月跟霍正奇交往嘛，可是因为从来没有去过霍正奇的家，甚至连他家的电话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什么呢？所以后来两个人就用手机了，就不用家里电话。对，就是等于说，如果说另外一半他有很多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他都不告诉你的话，我觉得这个互信的基础就没了。没错，对，没错。那你就不要指望你跟他会有好的。没错，他也不想跟你继续。好，那我们再回到危险情人哈。那我想要知道，就假使你知道你的情人是个危险级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然后能够跟他做一个非常平和的分手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千万不要去惹怒他，千万不要马上跟他说分手，因为可能你会有杀身之祸，或者说他会做出很多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有很多的个性也许有被分裂，或者说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那个危险情人已经不是你当初爱的那个人那个模样，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要分手的时候慢慢来，然后好好跟他讲清楚，或是说找自己的父母，找一些第三者，找朋友一起出去，每次出去都不可以单独。对，然后吵架的时候绝对不要跟他说，这个比较安全一点，你有种就打我啊，千万不要讲这种话，不要激怒他，不要激怒他。可是他知道你家，他随时都可以跑来找你。我觉得是这样，就其实最好的方式真的是把时空断绝一段时间，但是通常每一个人不是这么方便做得到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在这边，你在台北上班，我建议你干脆找一个新竹的工作。离开这个短暂时间，这样你让他就用这样慢慢的时间空间，对，时间空间都有个距离，这是一个方法。慢慢，就你要做某种程度的牺牲，因为你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世人不明，交到一个危险情人，所以这是必要的一个代价，就是你应该要离开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用那个疏远掉，然后最好是能够搬家，但通常我们买的房子通常不会搬家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你的那个私人领域应该要断绝它。我从前有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大学女生，她是跟她那个男生是班队，结果后来发现那男生那个脾气非常暴躁，掌控就是这种危险情人，对，所以她就有一天下过了一个暑假过去，又跑去跟他讲，开学的时候跟他讲，我要跟你分手，我们就分手了。男方不愿意，可是女方觉得我跟你讲了就算了，所以就回到住屋那个地方，就有一天回去的时候，就发现那男的用他以前的锁开了锁进去等他，强暴他，又把他毒打一顿，又拍照，就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就让你就打了很久，又跑来问我说，他的朋友说他受不了了，到底要怎么救他？我说没有什么救，我说你面子重要还是当然是报警嘛，所以后来报警解决这件事情。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女孩子是不是那个什么东西太粗线条了，你要跟这种危险的人在一起，你既然不搬家，最少锁要换一下，里面要有一个什么内装的东西，防范措施，哪有同样的那个锁让他这样子，这很呆。然后为什么不报警？这个不是叫天真，叫无知哦。对，被打那么多次都不报警，说为了面子问题不能去报警，这面子大还是我们的身体大，自己的安全重要，对，所以这个要必须要考虑，我想轻重优劣要分清楚。OK， 哇，今天听了好多故事哦，现在有点这个，还好不用再谈。没有没有，对啦，但是呢，在这里还是要跟提醒各位的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所有的专家，我们大家在这里谈一谈，无非是希望爱的确是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面，是，并且呢，不要爱得太急哦，不要太渴，要好好的观察，冷静的思考。毕竟呢，这样的一份安全的爱，才能谈得长长久久，你说是吗？爱是包容哦，爱是很久忍耐哦，又有恩慈哦，谢谢，谢谢。